小妹被贼匪踹中了胸腹，伤及肺腑，每日疼痛难忍。我们已经给她喂服了止疼的药，但她体内的伤应该熬不了太久。还需要什么药？劳烦您列份单子，无论再鬼再难求，我一定想办法给她弄来。小妹要活下去，她得为了她全家人活下去。上帝救我！ 华县遭遇贼匪，我知道你们有的人失去亲人，有的人落下病根，经历了许许多多惨痛之事。可你们知道吗？若不是陈老县令以全家的性命来拖延，你们根本活不到今日。如今陈老县令唯一的血脉还躺在那儿奄奄一息，是才与我说要好好活下去，因为那是他大夫。 和父兄用性命换来的机会，连孩童都明白了道理，你们为何不明白？你们有什么脸面，今言放弃这么多人为你们拼来的生机？有什么脸面去面对已故的亲人？医师，我怕疼，帮我照顾吧。医师，我要喝药。好，好，快上药。 来，慢点啊！我要喝药，药来了，谢谢你的。
少商，你风寒刚好，真不再歇息了。我不想歇，一歇下来，满脑子都是陈小妹。你若觉得累了，便可回去歇着。要不我帮你算吧，你这班太辛苦了。你这人倒是真的贴心。那你帮我看看这个吧。现在府库里的钱只够买30车木材，40车沙土。可外面还有40-50户损毁的房屋待修，这些都不用算，材料根本不够。可30户的府库也只有这些钱了。钱？我这里有这块玉佩，还有这块玉珏。我阿母说过，这个是楼家的传家宝，值不少钱。还有这个扇子。还有这些钱，够吗？我只有这些了。